今天开始，这里就是本大爷的地盘，你们都给我滚到其他地方去。那些家伙会不断把我们的地盘抢走，不快点想出办法的话，我们平时玩的地方就快要没有了呗。我平时也只是偶尔才会带着弟弟去那个公园玩一会儿，没想到那个家伙却突然威胁我，还打我，真是太过分了！竟然对这么胆小又不幸的永泽同学动手，还实施了暴力，太卑鄙了！虽然你想装成我的同伴，但是却意外地讲了失礼的话呀！大家都被隔壁镇上的坏孩子伤害了呀，不注意的话会很可怕呢。别去那个公园玩了，邻镇的小学有个很厉害的家伙呗。我们班已经有不少同学被那个家伙伤到了，我昨天也被他打了。拜托你们去教训教训他吧呗。拜托你们了，除了大野同学和珊珊同学以外，没人能赢他们了。好，那今天就去。你知道他们经常会去什么地方吗？昨天他们在并木公园出现了，今天一定也会去的呗。会去并木公园呢？哼。那是大野同学、珊珊同学和坏家伙之间进行的决斗啊！啊，真是痛快！居然会渴求这种痛快的事情，小丸子，是不是你有什么压力呀？反正我是一定会去看看的。啊，花轮同学，你要不要也去看看啊？今天我要去看棒球巨人战的。别去了，看巨人战是会给你带去压力的。夏天就是应该去打架，去惩罚坏人，太痛快了！哟哟 ，go go！ 你也太热了，千万不要再靠近我了。我回来了，决斗了，决斗了！坏人都给我觉悟吧！妈妈，我现在要去并木公园看同学决斗。啊，去那种地方？要是你被波及到的话，可怎么办呢？不要去了，太可怕了，受伤的话就糟糕了。没关系的，小丸子只是去支援而已，我不会受伤的。而且还有大野同学和珊珊同学在那边呢。丸子，今晚去吧，亲眼去看一看男人之间真正的决斗吧。爷爷，爷爷会在一旁的草丛里看着你的。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一点。哎呀哎呀，决斗好像还没有开始，真是太好了。啊，是永泽同学和藤木同学。决斗的人还没有来，我们好像来得太早了。嗯，太无聊了，索性我们三个先玩点什么，边玩边等吧。三个人能玩什么游戏啊？嗯，我们捉迷藏吧。嗯，就玩这个。哎，要玩捉迷藏，一共才三个人，从一开始就不好玩了。得想想办法呀，还是玩点别的吧，比如词语接龙呀、探险游戏呀之类的。你说探险游戏吗？好像也不错哎。那么就由我来当探险队队长吧。诶，没想到他这个人真的好狡猾呀。嗯，永泽同学这个人是绝对不会做任何对他没有好处的事的。我这个人就是不会做对我没好处的事。你们刚刚就是这么说我的吧？没想到原来我给别人就是这样的印象啊。这样说什么都比一直都很吃亏的活着要好很多呀。笨蛋，我想我们还是不要玩探险游戏了。啊，我还是开始找新朋友算了。喂，那边的洋葱头混账。出现了，就是他们。我昨天已经说过了，这里是本大爷的地盘，你们居然还敢来这里啊。我今天可是带了同伴一起来的。这下完蛋了。
被包围了。这些家伙害怕的发抖啊。哈哈，是吓得尿出来了吧？谁来救救我呀？救命啊！啊，好像是殷同学他们，不会是被邻镇的学生欺负了吧？稍微停一下车，我过去一下。你这样过去没问题吧，少爷？我去去就回来。请一定要小心啊！谁来救救我呀？快来人呐！哭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，笨蛋！啊，太好了，看来这下不需要我出场了。快停！好疼啊！是谁呀？我到这里就是为了好好的教训你们几个。你们这些家伙准备好了吗？大爷同学，珊珊同学，中了我走一样，好好教训他们。香啊！啊！加油啊！你们几个就会欺负弱者，一定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较量。你要是再靠近一步，这家伙的手就要被折断了。不要啊！少爷，现在出发可以吗？用不着我出场，应该也没事。我们出发吧，去看棒球巨人战。我已经明白了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去神宫球场。少爷，你苦练了那么长时间的武术招式，不给他们露一手，真是可惜了。没关系，我坚持认为武道并不是用来打架的。哎呀，这话说得真好啊，秀叔叔，我十分的欣慰。殷同学今天说，比起巨人战，还不如去看打架呢。他还说，巨人战会让人产生压力。呼呼呼呼呼！殷小姐还是一如既往的能说会道啊。哎呀，好痛啊！杂鱼都清理干净了，接下来轮到他了。嗯，坏蛋。老大，他们两个真的很厉害啊。这家伙居然挥起了绳子，很危险的。绳子差点就要打到我的脸了，小心一点。混蛋，现在你可以打得认真一点了吗？珊珊，点到为止就算了，真无聊。真不愧是大爷同学和珊珊同学呀，你们好厉害。其实这没什么的，这场架打得真无聊啊。如果能碰上更强的家伙，那才有趣呢。说得好轻松啊。永泽同学去哪儿了？呀，永泽他没有跟过来吗？与此同时，永泽同学，你们真是活该。是谁呀？他逃走了。嘿嘿，我做到了，我做到了，我说了活该，真是痛快啊。太帅了，今天的我能这么做真是太帅了。明天要是我把这些告诉藤木同学，他肯定会吓一跳的，还会夸我勇敢。当天晚上，可恶，输掉了，输掉了。爸爸，你听我说打架的事吧，我们打赢了。吵死了，一边玩去。与此同时，特地去神宫球场看巨人战的花轮同学。少爷，以后巨人队肯定会有翻身的机会的，走吧。殷同学，正如你所说的，果然产生压力了。妈妈的宝物，这个戒指
是妈妈年轻的时候用低廉的价格买下来的，可是最近几年却意想不到地被认定为高价物品，突然开始被重视起来，真是一个服从天降的戒指啊。这枚戒指真的好漂亮啊，是什么宝石啊？这个叫做蛋白石。像这样拿着透过光能看到很多颜色呢，好像梦境一样啊。妈妈最珍贵的宝物就是这枚戒指吧？妈妈最珍贵的宝物是小丸子和姐姐哦。啊，真的吗？啊哈，好开心。当然是这样啊。好了，这么珍贵的戒指还是应该收起来。是呀是呀，必须要小心点儿。我们家要是变得再穷一点，连吃饭都困难的时候，只要把这个卖掉就能安心了吧？哪有这么简单就能变成现金的？对了对了，小丸子如果要嫁人的话，妈妈就把那个戒指给我吧。哎呀，怎么办才好呢？别忘了还有姐姐呢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必须要给小丸子，绝对不可以给姐姐。你看，我是可以做出这样的鬼脸的，姐姐她可做不出来的。还是想给不会这么做的女儿啊。我猜想你们应该全都没有见过那种真正的钻石吧？钻石能够发挥出的光芒可以说是人世间最入迷的天使，你们能想象得出来吗？我可是见识过那种真正宝石的迷人美丽的。你见过哪种钻石啊？是红宝石还是蓝宝石？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水平。嘿嘿嘿嘿，你们听完之后会很吃惊的。叫尼泊尔的宝石。英同学，你刚才说的尼泊尔是国家，总而言之就是南亚的这个国家呀。说错了，到底是什么宝石呢？我忘记名字了。没关系的，宝贝儿。让女士感到困惑可不是我欣赏的作风，我可不想让英同学觉得不好意思。我真的亲眼见到过。我说的是实话。小丸子，我还是相信小丸子刚才说的话的，让我也看看宝石可以吗？小玉啊，我好开心，只有小玉才是我的朋友。今天我去你家玩好吗？来玩吧。那我会带上点心去的。你好，你来了。小丸子，快点来玩呀，快点，我带个点心给你。谢谢，可是让你破费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小丸子这样好像大婶呢。来玩喽，来玩喽。我们玩什么好呢？我们来玩贵夫人的游戏吧。就玩这个，就玩这个。现在起，我和你是非常有钱的阔太太哟。贵夫人游戏是用小孩子的观点来扮演平日里悠闲的阔太太的游戏。因为是贵夫人，所以要好好化妆。告诉你哦，这位太太，我家的那位先生平时总是会忘记把内裤换下来哦。我家的那位也是这样的。好讨厌呐。好不容易玩一次贵夫人游戏，由于平常的生活水平很低，所以对话的内容也很低俗。我们家的小孩毛手毛脚的，又是个懒汉，真是没办法呀。哎呀，净胡说，你们家的孩子这么有出息，真让人羡慕啊。对了对了，我有一个很珍贵的东西想给太太你看看呢。哎呀呀，是什么东西让我很期待呢？就是这个哟。哎呀，好漂亮的一颗宝石呀，一定很贵吧？哎呀，不值一提，这是上次我先生从香港给我买回来的礼物，只要500万日元，很便宜的。你也求求你先生，让他给你去香港买一个吧。那就这么办吧。小丸子。是我妈妈，快点把戒指藏起来。小丸子，吃点心啦。哎呀，是隔壁太太来了。你家的先生广志总是能那么悠闲，真不错呀。真是劳您费心了。
怎么能这样？哎呀，对了，接孩子的时间好像已经到了呢。哎呀，我们家已经把这种事情全部交给佣人塞巴斯蒂安了，根本不用担心。这到底是谁呀？以后还要来玩哦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小丸子，快去收拾房间。知道了。你一个人快点去收拾。嗯，讨厌了，你真是好讨厌哦。乱成这样还真是够夸张的。哎，真是好麻烦呢。好，对了，刚才拿出来的那枚妈妈的戒指必须赶快放起来。啊，还好及时想起来了。好像就放在这边。哎，没有吗？好奇怪啊。好像听谁说过，如果想找到已经丢失的东西，边用线绳缠绕剪刀边想就能想起来了。是谁告诉你这么愚蠢的方法？当然，用这种方法能够成功找到失物的，至今一次也没有过。小丸子，你在干什么？妈妈，你说过你最最重要的东西是小丸子，对吧？当然了，怎么了？啊，太好了，这样第二重要的东西不见了也没关系吧。啊，真是不好意思，妈妈的那枚戒指刚才我玩的时候弄丢了。笨蛋，你干嘛还要玩那枚戒指啊？为什么？好疼啊。赶紧再去给我好好找。那边找过了吗？没有。爸爸也快点来帮忙找吧。真是麻烦呢。如果找了这么久还没找到的话，我看索性也就别找了。说的对呀，反正也不会很容易就变成现金。你还敢说话？明明都是你的错。啊，本来还在说我嫁人的时候要给我的戒指呢。真是的。嗯，才不是呢，那是妈妈要给小丸子的。是给我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好了，不要为了丢失的东西吵架了。妈妈，你也不要那么失望了。说的对呀，让爸爸给你买个更好的不就行了吗？笨蛋，这钱由你来付吗？真是的，小丸子最讨厌了。不要不听我说话。这次你可真是惹到妈妈了，不理你也是很正常的反应吧？至少对我说一句话吧。小丸子通过亲身体验领悟着这一句句的话语，不知不觉就感到受不了了。妈妈，小丸子长大以后一定会成为非常了不起的人物，到时候我一定会想办法把戒指还给你的。哼，有希望出人头地的人才不会说出这种话呢。晚上好。啊，这种时候是谁呀？哦，是小玉和阿姨呀。小丸子，怎么了？你说吧。刚才我们在玩戒指的时候，阿姨一来我们就把它藏起来了，对吗？我就把戒指放在口袋里，不小心就把它带回家了。回到家后把我吓了一跳。对不起呀。这应该是很珍贵的东西，对不起呀。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就当作是道歉吧。哎呀，你不用客气，这明明都是小丸子的错啊。但是下次再玩吧。好，打扰你们了，再见。真的是太好了。小丸子，我们一起来吃蛋糕吧。
那样温柔地说过，孩子才是最好的宝物的妈妈，曾经的态度骤变，让小丸子感到既惊讶又懊悔。小丸子的眼泪夺眶而出。啊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明明是食欲之秋，为什么就是吃不到眼前的黑豆呢？妈妈，我会用我丰富的艺术细胞给你画肖像画的，所以你就想想办法吧。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艺术之秋和瓶盖打不开，敬请期待哟。